攻击，甲您请安，甲您谢多谢，请您继续为着这位可爱的五杰兄弟，咱家己三个徛做伙，含伊三个做伙奋斗，因为伊所关心的台湾，就是你我所关心的台湾。特别咱的国，伊四月初，咱知影奥巴马甲胡锦涛。因伫伦敦见面的时，因讲八月份要伫华盛顿 D.C. 要来攻击着台湾的前途的事，真有可能伫这边因咧会谈的中间，台湾有可能就来互出卖去。所以伫这个时，咱搁较需要请台湾的人，请咱这个土地。请这个国家的人三个结合做一伙，我而且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深深把五杰这款的心，爱要贡献家己的生命，爱要贡献家己的精力，和这个咱的疆土来用，和咱的地方，和咱的社会来用，这款的精神，值得你我来家鼓励，愿上天祝福这款有智慧。有慈悲的五杰兄弟，多谢咱大家，多谢，咱多谢你。